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Gary， 我本身是一位 NLP 的高级执行师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 topic 叫做快乐的方程式，希望透过我的个人转化经历为大家灌注更多正能量，同埋可以令到大家生活更快乐、更美满。到时见。